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不是从提供基础的劳动力而已，我们希望是提供有技术性的劳动力。世纪钢铁这个部分，我要特别就是感谢，就是说这个产业哈，就是赖董事长这边的支持了哈。我们在跟他办理这个外雇或自主建外专业合作的期间哈，除了我们现在有派人出去以后有在上班，他那边更是留用了几位，就是说出狱以后哦，他继续留在那边工作。那也很感谢他们对于我们同学的照顾跟支持。那我们同学自己很争气，哦，他现在我现在有一个升到副理，哦，那等于是薪资啊，或是家庭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和乐。六G电焊那是属于高阶电焊，他们从国外聘请了这个技师，然后依照电焊不同的阶段设立了50几个课程，哦，那提供我们监狱，他说你能够要能够送多少人来训练，我都同意。哦，那所以说我们也就是派了，目前是派了4位同学到那边去接受这个电焊的训练。那在训练的期间，他也比照就是我们这个自主境外作业的同学，也给我们一些受训的津贴。哦，这个是我们非常感动。我觉得能够遇到这么具这个企业责任感的这些雇主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部长马上要请教你了，这个巴德外衣间采这种 BOT 的这种做法，根本是很难，从过才几年前都很难想象监狱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根本是突破以往啊监狱的这种思维啊。那民间直接进入监狱来建造这个工厂，那受刑人照刚部长说，受刑人又可以到工厂去工作。那部长为什么会矫正机关会有这样一个突破性的做法？那你们这样的一个 BOT 案能够吸引到或想吸引到什么样的产业进入？我先说明，就是说他这个土地啊，不是在监狱里面，是在监狱的外面，因为外狱间呢，它是没有围墙的。外狱间，所以它这个地方比较开放式的哈。那有多余的土地啊，现在又面临到外界是缺土地啊，缺工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台商回来都缺工、缺土地、缺人力。所以我们就近就是啊，把我们多余的土地提供出来，那来设立工厂以后，又可以提供人力啊。来做这个收的练习，或是来作业，那这样是一举数得啊啊！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办法来试试看。那第一次在巴德外狱间这边来做了以后啊，也获得了很好的回响，已经有厂商跟我们签约了。那接着第二个厂商也在进行当中，所以后续啊，希望也有啊，希望来加入的厂商啊，一起来共同努力。那未来我有没有想要吸引什么样的厂商？当然，只要符合哈，能够达到教化效果了，能够学习一技之长的，我们都很乐意的啊。那劳力密集的，当然也可以啊。不过希望他将来能够持续获得同样的工作会更好。对对，那部长，那这个监狱这个 BOT 盖起来，就等于是说他是做工厂，但是受刑人呢就直接来这边这个工厂工作。然后，我下午或晚上再回到他的设房里面哦，对，那这样不会有安全问题吗？我想能够到外狱监狱的都是经过挑选啊，而且他也有自主的管理能力的啊，比较低度管理需求的，那我想这样的模式啊，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。那收容人也要懂得自己珍惜这样的机会。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教化的效果。那未来回归到社会的话，他就不会再犯了。对，他等于衔接社会了，其实跟社会等于是
等同有点像在社会生活了嘛，所以这个监狱的一个思维已经改变了。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廖董事长和刘先生，这项监狱 BOT 的这种创新做法，你们从厂商和更生人的角度来看，你们会怎么看？哦，他都听了部长安尼讲，我足欢喜有吼，啊，但是我咧产业有无吼，若要甲工厂搬来做是无可能。安怎讲？我咧产业拢庞然大物足大件个有无吼？啊，工厂嘛爱几啊万平，但是咧，我有想到一个 idea， 就变作讲，伫外间内底设一个焊工学校，因为咱即马工人焊工上强，尤其咱即马台湾焊工大多数拢较三级尔，嘿，吼。啊！我即马要做风力发电，拢要达到六 G。做焊工是非常，包括中钢、新达，伊都非常的缺。吼啊！所以讲，伊遐内底来设置遮100平的焊工学校有无吼？我会使提供着器具、教材、教练，遮去啊有无吼？来甲训练出来，啊是召集专性。哦，就是外间的人，较少年的要来学的人有吼，来学一个一技之长，甚至嘞，咱嘛在结合工业级精工中心有无，类似像职训级，吼，安尼来跟规班一班只要40个来个受训，啊，受训一年了后，我相信嘞，吼，会当达到6，来要肯学，然后达到一级，我们就可以到工厂跟产。跟那个产学合作有吼，来学啊，有那个多登，有时候不等于受训。吼，啊，过来工厂做两边跑这样，吼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把它进到六 G 的位，有人打六 G 啊，上摆欠几千人以上就丢了，啊，现在没有真的有六 G 的，真的没有多少人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来用这政策来了，吼，安尼出来薪水个非常的高，吼，一个拢700万以上有无，吼，我认为讲爱招一撮较少人，啊，因为你即马。加一个搭着外间可能这人手，迄落要派出来有意愿，比如做人手可能较高。即马目前有派4个去伫我公司咧学无学过规半年，表现都还不错。吼，啊，我是讲，若伫内底或伫外间内底有 BOT 这有无吼，来向进攻中心、执行局遮来。一个教练合作有无？啊，我来提供设备、提供教材遮有无吼？反正内底就当写了一技之长，啊出来。那然后混了一批人会晓嘞，这个打上国际杯，迄个国际的名号无吼哦，伫这个台湾的外役间内底受训人，过会当做个六 G， 还过会使做国际风力发电安尼，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。对，这听起来这个是蓝海市场哎。对，看起来很有前瞻的看法，是是超前部署啊，我真的非常感佩啊。是是是，而且愿意提供机会给受刑人，这是更难得的。是是，因为阮迄个教练有无吼，拢是澳洲请来，迄一个月都为拢几百万啦。哦，所以受训人在受训期间，我们一个月，哦，薪资不算，最起码花了7-8万块的钱。啊，我给你拢来付几条钱有吼，啊，还有一个。我的一技之长，还有学有所用，搁出来工厂上班，有无？咱台湾的欠工在严重。对，那刘先生，你的看法呢？我觉得我讲吼，渔女站，嘿，因为嘿，他这个地方是蛮不错的。对。但是，嘿，伊恁阿公有要去荷兰基比亚二，我就讲希望讲吼，有一挂是迄个业者，还有那个老师，嘿，因为吼，嘿，云上也业者，也个老师，嘿，因为他们的看法。迄云山伊做生意，迄伊甲学校伫教，伊是拢产业完全无共。啊，嘛是讲会当去迄个啥伊个邀请迄一挂吼，人为是真正伫做工课啦。基地内底就是说吼，那个去分享讲吼，伊个做法啊，伊教因学校迄伊伫教伊个做法，看嘛伊到底是伫对。云山伊伫伫外口，伊你若讲要去学一张课啊。有当时啊，吼，伊个介绍，有当时啊，咱也讲出来。去外面学，恐怕学不到嘞。对，啊，因为上个你着像我即马，我伫迄个上个台北迄一间店，迄间店，迄伊叫做果酱蒸奶。嗯哼。迄个头家伊也无爱讲教，啊，伊也无爱去那怎么去露脸，啊，唔过我迄个头家，迄伊甲教我一个人尔。对，好，非常谢谢三位哦。